哎，我听我小弟们说，那天是你们今天出来打工啊？哎，不可能，我们年纪又大嘛，哪个要了？五十多岁又不是个文化嘛？关键是，关键人们的自拍，俺不要了。在屋头嘛，那能那么拍拍视频，真的才给他们烧烧。谁倒是不想出去，你大了，我也怕不能他要你们。要了嘛，我们把年轻五十多岁的人哪个要？小弟，你吃饭啊？还在没吃啊？要等到乞丐的是，你把人来卖包子的了，多年是好客气的。人家卖包子的比你多个啥？是不是？哎呀，现在人干的我挣的份，晓得吗？今天我准备蒸包子。哎呀，我们好了嘛，跟老弟。好，我整了蒸的干你来吃，嘎。好。现在我开始来发面，准备一制发粉。你的白糖，你的泡打粉，还有盐，倒入温水。好，现在给它醒发至两倍大，保鲜膜盖起。今天包个猪肉馅呢，准备的全家肉，先给它切成肉末。生姜、葱，加点老抽。生抽、胡椒粉、盐、白糖，再来烧些水，朝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。现在开始包肉包了，小舅，你晓得我现在这个肉个香？哟，我的肉倒香了。问题是你包的包子给该让它泡个？肯定不能放那个大了。现在倒是好。现在把面给它放放气。盖子给它再醒发十分钟，认不认今天可以坐翻车的？和小舅说要真的泡哦，怎么泡的巴适？你想吃粑粑？我都说了，粑粑。我爱小舅，再来两分钟，再来两分钟亏了。我是入地生根，还好。入地生根，我叫给翻车了，今天我小舅都给泡。哦，也可以那个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开吃哦。哥哥，你这介绍，你好兄弟，好着，尝一口啊！说了哥不点，自己包你就香熟多。哎呀，好嘛，小舅，好嘛，哥。你叫什么牛来？什么牌子？两个，是这个。哎，你们脚洗的白得很。嗯，好，赶紧吃。好得很。水果，我你要跟那个大，你要赶紧找对象了。你要有嘛？哎呦，来，我这个我的粉丝朋友们，给瞧了咱们西瓜，你晓得咋嘛劲啊？咱们西瓜技术又好，人又帅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非常的好。拿吃，拿吃。来，表哥，哦，拿杯吧。哪里敢吃啊？啊，我不要了，我也吃够了。